我今年四岁，跟我一起学习吧。动画课堂。你小心！哇，呱呱龙，你的尾巴好棒啊！我的水果一个都没掉哎，没有啦。呱呱龙，什么声音？长颈鹿和小猴子的尾巴都是细细长长的，但我的尾巴是这样的，我也想要那样的尾巴。我有办法了！大功告成！哇，好漂亮的尾巴！我要去给长颈鹿和小猴子看看。我的尾巴可以让我倒挂在树枝上。我的尾巴不仅可以赶走苍蝇，还可以给同伴发送信号呢。我的尾巴最好了，我的才是最好的。我的。你们快看，我的新尾巴。你的尾巴也太好笑了。是啊，简直可以参加选美比赛了。对了，我的尾巴可以保暖。好暖和呀！我也想要可以保暖的尾巴。我们快围在一起，这样就可以变暖和了。哇，果然暖和多了。我还是好冷。我有办法。没有暖和一点，谢谢你松松，我现在好暖和呀。雨停了，我们可以出去晒太阳喽。松松，你的尾巴真是太酷了。我可以和你换一换尾巴吗？那可不行，因为你的尾巴可以挂在树上，对你来说也很有用呀。也是，我的尾巴可以帮助我平稳降落，保持平衡，还可以保暖呢。现在我好喜欢我的尾巴呀。表达小舞台，嘿，嗨，小朋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看完刚刚的故事，你最喜欢哪个小动物的尾巴呢？我觉得每个小动物的尾巴都很厉害。松鼠的尾巴可以保暖，猴子的尾巴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倒挂在树上，长颈鹿的尾巴可以驱赶苍蝇。而且更厉害的是，很多小动物的尾巴不只有一种作用，比如松鼠的尾巴可以保暖，还可以像降落伞一样保护它稳稳地从树上跳下来。小朋友，
你知道谁的尾巴可以当降落伞吗？你真棒！什么可以做什么，是一个很棒的句式。你可以用它来描述动物尾巴的作用。比如，你可以说，长颈鹿的尾巴可以驱赶苍蝇，长颈鹿的尾巴可以向同伴传递信息。小朋友，长颈鹿的尾巴有什么作用呢？请你用什么可以做什么说一说吧。长颈鹿的尾巴可以赶走苍蝇，还可以给同伴传达信息。我喜欢你的回答。除了描述动物尾巴的作用，什么可以做什么，还可以描述生活中其他事物的功能。比如，雨伞可以用来遮雨，水杯可以用来喝水，蜡笔可以用来画画。小朋友，你还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呢？快来说一说吧。